张子枫、胡宣旭主演的电影《穿过月亮的旅行》首映式在北京举行。电影有一个很好的道具，就是口琴。今天我们把北京口琴大爷，也就是咱们现在抖音最火的两个大爷，王志祥老师、范开建老师，请到了现场，给大家演奏一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哇！祝秀山王磊爱情美美满满，也祝两位主创、主要演员婚姻幸福。